这个人您感觉怎么样？这个人小乖，小乖就是乖乖的，就是、可是其实他也就是说也没有什么这个攻击性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意思？攻击性是没有了，哦，没有攻击性。可是这么说，你已经被他看扁了啊？是你被看扁了。很顽皮，又很顽皮，很活泼啊，语焉不详，这边要扣一分了，很小心。你觉得他这个人有什么缺点没有？缺点啊，太帅了。哦。本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啊！你们完全不进入这个抗争的这个意识里面，怎么行啊？啊，你有没有曾经帮助过年长的伯伯或者爷爷或奶奶？有过马路或者什么事情？我觉得过马路这种东西是比较小了。好，这种善事算很小。是我曾经帮一位老先生，哦，他开了一家保龄球馆，我帮他去，我去捧场。好，我们这个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。你们这是什么？很好，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面的青少年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可以说是旗鼓相当，都各自拥有自己非常忠实的歌迷的两位偶像，相信你们看到他们的表演之后呢，一定会深深的为他们所倾倒。第一位介绍的是谁呢？看了 VCR 就知道了。好，一起来欢迎金城武先生。金城武，非常好，非常真的啊！谢谢谢谢啊！有人要献花是吗？来，哦哦，谢谢。看到没？年纪轻轻的金城武，能够拥有这样啊辉煌的成就，让我们这个主持人都感到非常的欣慰。真的吗？不会啊，拍飞哥，你当年这个年纪也是，哪里？当然我有今天的这个成就。是，像我以前像你的年纪的时候，几乎无法在摄影棚出现。什么？啊、不，因为已经水泄不通了。哦，你好，跟大家先问候一下。啊，各位所有的观众朋友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城武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单位一定是经过权衡之下，也邀请到了另外一位。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是谁，我们来看看 VCR。
个苏有朋啊，越来越成熟了啊，而且今天是壁垒分明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另外一位呢，是苏有朋先生。早点亮一亮，一颗心，一个人，一条路，一辈子就让你走不完。走，失恋就是这样，你想怎样？生活不单单只有悲伤，让你的梦山不转路转，走走走，鞋子坏了换一双。心情湿了早点亮一亮，一颗心，一个人，一条路，一辈子就让你走不完。哎呦嘿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你好你好。哎呀，哇，是怪怪，9990朵玫瑰。哦哦，哎呀，嗯，很好。先马上就要进行白热化的这个第一个对抗。中间这一位评审是穿绿色衣服的一位妈妈，手上拿着雨伞。好，妈妈你好。啊，小姐啊，妈妈小姐你好，请告诉我一下，别人不能暗示她。站在我这边这位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不能讲。好，表示不知道，嗯，好吧。请问这位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也不太清楚啊。这个是比较准的啊。当然，青年朋友们，大家都一定知道他们是谁。但是还没开始之前，马上进入一个残酷的分贝考验，把机器丢给我。嗯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多少钱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分贝器。差不多10几万台币，他就敢这样丢给我啊！我丢给他，他可能不敢接。你接的人弄坏要负责。所有朋友拉拉队准备，看谁的分贝比较高。预备，去！好，111.6，金城武。停停停停停！你是看得贵呀呀！你们这样不准啊！预备，去！115.8，哇！哎呦，第一个单元呢，分成三小阶段，第一小阶段苏有朋获胜。好，这么快就马上进入状况，现在才开始进入访问程序，两位先握握手，好，来来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啊，你们是好久不见，不是你不讲不这个王不见王吗？啊，你们以前平常有过合作过，所以我常常不跟你见面啊。哦，啊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话也118呢。哎，国雄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十几万。哎，这个平常我们光练这个就练了4个小时，哈哈。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啊，因为我们是其实常常唱片会常常碰到。哦。那我是最近才开始做宣传活动，就会开始碰到他。这个人您感觉怎么样？这个人，小乖，小乖就是乖乖的。
就是很乖。可是其实他，也就是说，也没有什么这个攻击性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攻击性是没有了。哦，没有攻击性。可是这么说，你已经被他看扁了啊？是不是？他很顽皮，又很顽皮，很活泼啊，语焉不详，这边要扣一分了，小心啊！你觉得他这个人有什么缺点没有？缺点啊，太帅了。哦。本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啊！你们完全不进入这个抗争的这个意识里面，怎么行啊？你曾经帮助过年长的，伯伯或者爷爷或奶奶？有过马路或者什么事情？我觉得过马路这种东西是比较小了。好，这种善事算很小。是我曾经帮一位老先生，哦，他开了一家保龄球馆，我帮他去，我去捧场。好，我们这个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您曾经帮过长辈，比方说在公车上面啊，或什么样？真的举一个例子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啊，这个单元我们就暂时由我获胜。啊，这个还是蛮难的。出过几张唱片？个人的是第五张。您个人唱片第几张？第五张。也是第五张。国语的话。哦。国语的是第。广东有两张。广东两张，您广东的，那你可以把他们你们的团体的算在里面。团体算里面的就那就多了。好，这个单元苏有朋获胜啊！好了，可以啊，你看这不简单。我们穿绿色的妈妈，隔壁的女生耳朵已经塞起来，老妈妈还听不见，不够大声呐、啊。隔壁这位小姐，你没做错事情，请把头抬起来。嗯你能不能唱出他的哪一些歌曲？温柔的超人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哦！你能不能唱出他的歌曲？金城武。对哦，哦。但这个单元他快获胜了。竟然这个德智体群的第一个德。什么走？三十八。好，这个单元苏有朋又获胜啊、哦！接下来就立即进入立体化。好，我们请把这个东西打开。现在看你们两个的积分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两个一起来，你们两个同时进行啊？两个同时进行。哎，当我们这一开始按下去，它的篮球就会出来，你们这个玩过了对吧？看谁在限定的时间以内啊，然后呢投的分数最多，这个单元就他获胜了。预备，放钱 ，start， 开始。嚯嚯，有时间限制的。来了，哦嚯。好、哦、金城武近了点，一个苏有朋一个，哎呀，好、苏有朋两个，金城武两个，苏有朋三个，金城武三个，金城武四个，苏有朋金城武五个，完了，请什么苏有朋加油，目前为止好像金城武比较厉害，哎呦，20个，17个，17 15、14 10秒，23个，17个，金城武23个，24个，小乖，哦，好，有一个时间到，你还有球还不快投，你还有一个，哎呀，非常遗憾。哎呀，两个人看得出来，绝对不可能当选国家篮球队啊！这边是金城武的，一共投入26颗，这个相差不多。这是我们苏有朋，也算是高手，一共投入23个。接下来我们刚讲德智体群。先要字先跳过去，从群来讲，群，听说你们两位拍了一段 VCR， 对，在室外也做了一次比赛，是做什么比赛？非常有意思，大家来看一下哦。我们是要比那个找歌迷，找街上的人帮忙，然后在一台小车里面看能挤多少人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比赛的车子。对，看就这么大，轻薄短小，还可以吃哦。好，下去找我们的伙伴吧。好。这边好，来，
听说最高的记录呢，一台车里面可以塞十几个人。不过我实在是非常怀疑，这样小小的车到底有办法塞十几个人呢？哦，太好了，有小孩子。我们上屏幕玩游戏好不好？不用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只要坐在那个车里面，那个因为新车啊，有那个发表会啊，要坐那个新车啊，这样。好了，拜托你们。我们龙兄虎弟在录影哈，你要不要上节目？都跑掉。这个人就好不好？可以上电视，龙兄虎弟哦，很多人可以看得到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好不好？好，走。看到两个。好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完全什么都不知道，特意下场。好吗？在哪？好吗？在哪？好好，把它扣住。怎么猜？猜拳。猜拳。那赢的人先。好，赢的人先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哦。是吧？好像是我的吧？你看一半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啦。好，猜拳。猜拳。对，就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好了，你要吃喽，那我先塞，先啦 ，OK， 那我们先塞，不先塞，我们先坐，好，停在那边，他脚尽量收起来，只要收起来哦。算什么？我们虽然人呢都是比较大黑的重量级人物，可是我们绝对是能屈能伸。来吧，上车！赶紧不生气哈，你们等一下，到后面请尽量站。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。麻烦大家帮忙一下啊、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其他的比赛，真的吗？对，好吧，那彭你的就让你赢好了。怎么让我赢？我因为我是用实力来拼回来。来来来，那我们就彭你变了。哎呦，22个人这样塞下去，蛮压抑的。对对对，听说有两个人呢，到现在还没醒来。一部小车子塞22个人，真的吗？其实坐在里面人很闷吗？真的很闷啊，很闷。那天塞在里面的同学也今天有到现场来的，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伟大了啊，太辛苦了，包粽子也不过如此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单元我们很不幸的要告诉京城五先生，有苏有朋获胜。刚刚这场刚刚已经分出高下，接下来要看你们的智商怎么样。一二三，三，三。哦。这个单元有苏有朋获胜啊，猜拳的单元，对啊，猜拳获胜的嘛，对哦，那么你先输了，所以你就请慢慢先请请就抢答位置，预备开始。等到那一天，等到这一天，等不到那明天以上，哪一首是苏有朋的歌曲？等那一天，
请问说出小虎队的成员。吴耀鹏、吴奇隆、陈世鹏。电影《黄飞鸿》中的十四姨是由谁所饰演？关之琳。名主持人张飞的爱犬总是为马尔济斯吉娃娃秋田。秋田。田鹏、何家劲、李连杰以上谁没饰演过展昭？李连杰。绿豆冰、白冰冰、牛奶冰以上哪一种冰不能吃？白冰。太简单了。请问女歌手辛晓琪的本名叫做？辛晓琪。哦，刘福吉、刘福龙、刘吉龙以上哪一个是刘德华的本名？刘福龙。直棒五年的打击王是谁？他是哪一队的？你说什么？赌圣、赌后、赌侠以上哪一部是由刘德华主演的电影？赌神。赌神。中华民国国旗一共有几种颜色？三种。好，亚洲啊、哦，时间到。还有一题。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，五个灯，六个灯。请问这位观众朋友，下周还要不要重新接受来报名参加？我会的，会的。好，鼓励一下，只有六个灯。苏有朋的题目，预备起。痴情超人、低能超人、温柔超人，以上哪一首是金城武的歌曲？温柔超人。请说出四小天王的成员。金城武、林志颖、吴奇隆。还有谁？苏有朋。哦，电影《黄飞鸿》中的十三姨是由谁所饰演？啊！费玉清的爱情叫做当当咪咪小黄咪咪，当当咪咪小黄咪咪，当。什么东西、啊？金超群、狄龙、周润发，以上谁没演过包青天？狄龙。错。周润发。什么？丝瓜、胡瓜。丝瓜、胡瓜、冬瓜，以上哪一种瓜不能吃？瓜。错，都可以吃。这样，请问女影星袁咏仪的本名叫做？袁咏仪。林吉龙、林瑞吉、林瑞龙以上哪一个是林瑞阳的本名？林吉龙。职棒五年的全垒打王是哪一队？是谁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赌豪、赌侠、赌神以上哪一部是由周星驰主演的电影？赌神。你们给我错误的答案。好，我们来看他得几个灯。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，四个灯啊，四个灯。哎，请到旁边去领200块车马费啊。真不容易，你看怎么换一边呢、啊？不好意思，这个金城武答对了6题，苏永鹏答对了4题，所以我很伤心的。要告诉这个苏永鹏啊，这个金城武获胜。这个很奇怪。从头比到现在，两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。经过德智体群的考验之后，两个人目前的总积分是2-2平手。好辛苦，谢。两位可以同时，承让。哎，在一个单元里面，在同一个综艺节目出现，凭良心讲不是很容易，有什么感想？这个但飞哥主持好，飞哥面子大，这个节目《龙兄虎弟》收视率最好。我们有空请你到淡水去看看那边的夕阳西下，以及啊，保龄球啦，这个篮球机都不错。你有什么感想？是吧？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完了，又被人家讲了。这个单元苏有朋啊，有啊。我觉得我们平常都不能常见面，我想这次机会是很好。可以一起做节目，一起比赛，希望真的能够一起去淡水玩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！希望两位这个在我们演艺圈里面都能有非常这个这个精彩的表现，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啊！我们大家祝福他，给他们鼓励。谢谢二位，谢谢。谢谢